Did you see that guy? Send low, Sonny Jenna! Hey, 頭先我咪喺現場咯，屌鳩你！你無啦啦召喚翻嚟做乜嘢啫？呢度咧其實咧係我哋 Power Rangers 嘅重要元素，有邊一集唔係喺翻咗總部先再出動啊？黑化！真啊講！紅戰士變身！白戰士變身！黑戰士啊扮，有咩色衫啊？藍戰士變身！我做声唔使变身，哎呀，等红战士变身，红战士变身，边位啊你又？扑嚟个街啊！明明系你无啦啦召唤我翻嚟嘅，本身我就喺观塘嘅，嘥晒啲时间喺度。快我走，快啲！我要收工啦，我要收工啦，俾我走啊！究竟呢个画面仲要出现几多次啊？实在系太可恶啦，等我嚟收拾你啦！哎呀，你行开啦，乜屁啦？到底有冇人话俾我知呢段片系拍嚟做乜嘢嘅？每年的8月28日是世界恐龙战队日，这个日子是为了庆祝在日本1993年8月28日首播的经典特摄式超级战队剧集《恐龙战队狩猎者》。自2018年开始，全球知名的美国玩具公司孩之宝还申请注册，将每年的8月28日定为世界恐龙战队日，让全世界的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和战队里面的熊、黑、蓝、黄、粉红战士一起庆祝的。时至今日，恐龙战队系列的产品已经遍布全世界150多个地方嘅嘞。影片仲被翻译成好多种语言，陪伴小朋友一路成长。Go Go Power Ranger， 8月28日，等我哋一起嚟保卫地球而战啦！我哋都系想拍条片嚟歌颂下 Power Ranger 啫。你好似耻笑佢多啲喎，边系咧？某啲咁嘅事嘅。庆祝咪庆祝咯，搞咁咧做乜嘢啫？我都唔明。梗系下咁咯，唔通成条片好似配音剧咁拍咩？佢唔系喎，悭水悭得嚟又 work 噶喎呢件事。一定要教你啊！由头到尾都嚟扑街喺度嘈冧家产啊！屌一刀劈沉你冧家产。我可以翻屋企啦。